他们发现我现在的样子。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是被他们看到，应该会往另外的方向联想吧。可能我就再也不能做出那副为人师表的样子了。我之前也没有类似的经历，会慢慢试着去习惯的。但是在我彻底习惯之前，你最好稍微收敛一些，不然下次可能就会轮到我向你道歉了。